因为电梯故障被困在里面整整3个小时。哦，你们猜他在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那他能干什么呀？他居然在淡定地看历史课本。啊，这么淡定啊，要是我的话。只能使希望破灭。要是我的话，一个初三的女生能够如此的淡定，非一般人所能企及。请问吕老师在吗？啊，你好，我就是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这是我女儿安安。今天上初三了，怎么了？他成绩还不错，在我们想到这儿再提高提高。你给安排一个好老师呗。我们这儿老师都挺好的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先做个测试。啊，好啊。恭喜你，这位家长，您的女儿安安呢，在我们这次测试过程当中呢，她的成绩呢处于中上水平。这样的学生加入学大呢，我们相信她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好好好。下面呢，就是我根据她的测试成绩呢，给她选课程，您看一下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太少了。数学几何是重中之重，每天得学4个小时。英语是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技能，每天也得学4个小时。他的物理最差，每天也得学3个小时。作文很重要，每天得学3个小时。还有地理1个小时，历史1个小时，生物1个小时。人的一天呢，一共有24个小时，睡觉就占了1/3，吃饭、发呆、上厕所又占去了一部分时间。学数学几何4小时，学英语4小时，学物理3小时，学作文3小时，学地理生物各占1小时，最后真正属于他的时间又有多少呢？我们想学，你是不想让我们学是怎么着？你没听说过快马也要加鞭，好苗不管理也会荒废，响鼓更要重锤吗？安安，你同意你妈妈为你选的课程吗？同意。你看看，孩子都同意了吧。这位同学，你能只动一只杯子，就把盛满水的杯子和空杯子隔开吗？不能。这是一道趣味数学题啊，你可以用非常规的思维方式。没兴趣。那你对哪些课程感兴趣？我们先捡感兴趣的来。全都没兴趣。哎，其实我特别想知道，你在电梯里为什么表现这么淡定？你难道一点都不紧张吗？不紧张。可是为什么呢？听说过无欲则刚吗？反正我都不想活了，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啊！论文的3要素是论点、论证、论据。你不用跟我讲这些的，给个理由先。我的文学造诣很高的。是吗？让我见识一下。我请求下雨，我请求在黑夜中死去，我请求下一场雨，洗清我的骨头。雨是一生的过错，雨是悲欢离合。孩子的短诗雨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不过你这个年纪对诗感兴趣还挺难得的。还有更难得的呢，我自己也照着这个写了一首。那说来听听。我请求考试。我请求在考场中死去，我请求考一场试，烧干我的脑子，考
是唯一的解脱，考是轮回之门。很好，快被考试逼疯了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说吧。从这儿跳下去，自杀的成功率有多高？安安同学是吧？我希望和你谈谈。没什么可谈的。这位老师是教哪门课的老师啊？啊不，我是学大的心理咨询师。你不是老师啊？啊。哎，我们交这么多钱把孩子送到你们学校，你们不安排老师给我们授课，找个什么心理咨询师来糊弄我们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我们家孩子需要心理咨询吗？神经病，全都神经病。咱们走，我在这念。妈，我不跟你走。如果你非要我跟你走，你就到楼下抬我的尸体吧。你干什么呀你？对对，安，快下来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会看好他的。你们能24小时不吃不喝不睡的看着我吗？鉴于目前的情况，我想我必须挖出你女儿小小年纪竟然如此厌世的根源。她想死，我也不想活了。难道这种事情也遗传吗？所以我希望和你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。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，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对手不出招。就像一个武林高手，对手不出招，你永远摸不到他的招。我也太不容易了。自从我结婚生孩子，就自身在家做家庭主妇。终于出招。今天我们学的够多了，要不先休息？你自己休息去吧。那我还是陪着你。你不就怕我再自杀吗？这个，你放心吧，我不想自杀，你不陪我，我也不会自杀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善意的奉劝你，早点洗洗睡吧。行。洗一睡。如果我要是想自杀，就算你是跆拳道黑带，也拦不住我。安安，老师不是跟你讲过我的经历吗？有妈的孩子像块宝，没妈的孩子像棵草啊。你能不用这种眼神看着老师吗？安安，老师其实特别羡慕你，有一个疼爱你、呵护你、在乎你的妈妈。哼哼。羡慕我，我才羡慕你呢，我特羡慕你，我就羡慕你小时候没妈没爸。别拦着我，别拦着我，我一定要把安安带走。不好了，童老师，安妈妈正往学大里走，说这一次怎么着都要带走安安，哪怕是横着抬出去。你说，你说，安安妈已经被我控制住了，目前的情绪还算稳定，你放心。哎，你快说说，你从安安那儿获取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啊？嗯，安安说她最近经常会做一个梦，就是不停的考试，没有止境的考试。压力，通常做这种梦的人呢，内心都承载着巨大的压力。可是她一个花季少女，压力从哪儿来的呀？
对，他还说他有时候会梦到一个面目不清的男人，用各种方式来残害他，比如说将他从楼上推下去，还有就是用手持锯子在他面前挥舞。在安安的生命里，有一个很糟糕的男性角色。在安安的生命里，有一个很糟糕的男性角色。不是因为你这些负责任的男人，才让多少贤良女人被伤害。他在这儿呢，刚说还加班，这又不知道跑哪找狐狸精去了。我就喝这个自杀。更年期的特征啊，就是啰嗦；青春期的特征是逆反，所以这种家庭现象就叫做更年期遭遇青春期。就算下一步茫然，也胜过原地打转。梦想不会自己盛开，继续前行，甩掉阴霾，仰望照耀下的未来，一步一步。哎，我交这么多钱给你们送来，经验是最好的伙伴。我一定要把安带走。好了，不会被谁掩盖，是我坚持会让自己崇拜。我站在我自己的舞台。不好了，童老师，安安妈妈真往学大里闯了，说这次一定要带走安安，怎么着都要把她带走，说哪怕是踩着就算下一步孤单，也要为自己喝彩。眼神中总有期待，空气中凝结尘埃，就算一直很依赖，也要和自己作战。梦想不会自己